新营一间农药工厂五日透早发生大火，因为厂房内底堆积大量农药成品甲半成品，造成火势燃烧快速。消防局直接就通报，随即就出动拍火。救灾现场消防废水，虽然厂方紧急使用沙包冻的，但是也是部分流入去太子宫分线排水系统，看到水面变甲黄黄青青，也予当地居民相当恐慌。火灾拍水流落来的废水吼，拢变黄色的、青色的安尼啊，敢若拢有污染着啦。该烦恼，一定烦恼来造成生态规个环境的破坏去啊。哦，对啊，阮搁用住伫边啊尔。对此，环保局将对工厂以违反水务法开罚，上悬会当罚600万。有关九月五日新营区忠孝路一工厂厂房火灾，厂方应变不及，导致消防废水流入盐水大排水系，导致水菌变色。环保局强调，除对厂方依违反水务法开罚，最高可处600万罚款，并持续派员稽查。环保局也将持续派员稽查，缩短巡逻时间，并呼吁水路沿线民众，对水质还未复原之前，千万唔通取水灌溉、养殖，或者是其他用途使用。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。